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逃避寒冷吧，拿起精神来，你面对着寒冰血脉。这，哎，互相喂饭。我们皆为同亲之亲，同血之血。不过机器人没闪现了。全军出击！看我给你表演一个！哦啊，谁会用冰做场子呢？我们不去，没事，我跟你多 A 一下的，这都小问题。那洛克萨斯之手，我来找一找的。要预判目标的位置。点。查吧，溜查眼，点，点，点。点手机跑，他交闪我们不交啊，让他交闪现，咱也不知道怎么的就上来就疾跑闪现就全交。点吃药，点点茶吧溜，点点跟我拉扯拉拉扯扯是吧，点不行啊，不带攻速，攻击力攻速好慢啊，点点完了，寡妇不当人了，死了吧，那闪现咱就没办法，闪现就死吧，那没招，那寡妇打完蓝就来，那蓝 buff 开。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事。难呐，没事，这是我们玩寒冰上单需要经历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凯隐不去反他的红，这一点有点让我疑惑。阿瓦罗萨女神。你要回家呀？咦，人没了。这把弓就是我的化身，我擦点眼儿吧，我就是他，省得让人抓。我绝不容许这把打之前我就跟队友说了，我说来了帮帮忙，可惜呀，没有人理我。打吧溜，点点，阿瓦罗萨之女，打吧溜，点点，哎，这怎么拉到我呢？我再见，跳弹，哎，你咋这么恶心呢？啊，咋这么恶心呢？跟你玩个游戏真累呀，啊，我发现真是恶心呐，啊。怎么就这么恶心？
并不追寻阿瓦罗萨的王座。这折磨一会儿人挺费劲的。允许我恶心，我一个人恶心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人两个人恶心我一个人，那能行吗？咦，不行啊，这得好好补刀了。哇，他怎么跑那么快啊？三速还，我没有还，这怎么办？有没有队友过来帮一下子？队友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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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嘟，中，嘟嘟嘟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。真正的气魄。我天哪，跑得真快。疾跑好了的话，闪现还有多长时间呀？我也得回家出皮孩了啊。走了，回家出皮海了。疾跑是210，闪现是300，210、300差90秒，刚才大概走了多少秒？我不知道哎，50秒左右吧。他还有50秒左右，闪现好。我这寒冰上单跟谁学呢？我自己开发呀，我就喜欢折磨这落手，用点老头啦、威恩呐、寒冰啊。嘟嘟嘟嘟嘟嘟，一头撞死。真是可爱呀、啊！闪现没了，闪现没了，那还咋进分儿啊？这么烦人吗？这痛苦之拥，你像个犊子似的，你要干啥呀？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你站我前面啊！不是那人儿搁哪呢？咱也不知道啊，这么慌啊！你先去看他，你看他，我搁远上射他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这么玩，你让我上去卖去还能？我爱我的母亲，赶快一波，快！姐妹，我爱我的人民，我为爱而战。快！赶快一波，来！这洛克萨斯之手，这不折磨他一波？人去中路，哦，去中路。那中路这兄弟可挺惨。哇、wow, ，这他都能换一个，你呢？这家伙，这不是要我命的吗？这家伙难呐！我得要个女神之泪，我这蓝不太够用啊，我们这蓝有点不够用。完了，下波疾跑没了，他有疾跑，我们没有疾跑了。将迎来和平，由我亲手铸造。下一波要小心一点啊，他有疾跑，一定要小心一点。但是有闪现，也其实也还好，让他拉着他也打不死我们，没有关系。
我建议大家有寡妇的时候别选择寒冰，压力太大，给压力给的太大，没办法。射一箭，嗖！哎，我箭呢？我箭呢？我射着谁了？哎，我射着人了。但我射着谁了？我射着寡妇了吗？漂亮，兄弟们！这蓝这么不够用，我必须得吃这一层塔皮，然后我们溜了，不玩了，回家了。这皮肤真好看呢。来一个暴击吧。一场配得上弗雷尔卓德的战斗。大招100秒，哎，不让你吃塔皮，我射你中，嗨呀！你瞧这小王八犊子，看着没？这寡妇多讨人厌，我一直都唾弃这个，多烦人。烦不烦人？你说讨不讨人厌？制造谎言和痛苦的妖异。那都来个人儿啊！你说啊，有没有人？这么费蓝呢？真的，后皇李杜，我手握着真兵之弓，也握着我的心。这一波先回家吧。没蓝了，有点费蓝呢。我是战母，我很少对人起誓，倒是很多人向我发誓。我多往中路射一射吧，我感觉这中路挺好杀的。我有一箭，那落手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他干哈呢？不是？哎呀，射歪了！你早说不用我射呀，你也不早说。哎呀，好像射着人了，射着谁了？无所谓了，爱射谁射谁吧，反正是射着人了，好像。射着小鸡儿了，我其实就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故意射歪的，我想一箭双雕。回家出这个。
出灵风。不是队友带飞，那打野也不来，你就先猥琐一点呗。那没办法，那打野太克我了，那玩个寡妇的。慢慢补刀呗。这家伙，你大爷的！我就讨厌这寡妇。这里头咋那老些人呢？哎，这干啥来了？这挺有意思啊！这哥们儿挺有意思，他下来干啥来了？哎，流血流死了！我狂风之力，这个小鸡儿。给我杀！救救救救救救！闪现了，卡莎，卡莎把卡莎杀了。谁 ADC 侠？留不住人啊！必须保持霸占些干净，别扫他们。为什么交闪不交狂风之力？因为。闪现快呀、啊！狂风之力不是慢吗？那瞬移跟位移，那能一样吗？三三三！冰霜所及，即有我们的耳目。他干啥呢？这不给我干他？这能让他吃吗？这？你干啥呢？你这白给我打呀！谢谢你。我就想知道知道这洛克萨斯之手，我们到底能不能去干他？点点点，打法溜，啊中！点飞鸟，点起草，开起来，打法溜。啊！狂风之力点，点八八六，队友在哪里？那艾克还能不能过来了啊？那艾克到底过不过来还？那洛克萨斯之手出那俩装备，他是个屁呀！他像个犊子似的，你说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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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救一下！快救一下！救一下！寒冰啊！寒冰一旦玩到上路这种位置，团战啊，就是献祭，你知道吧？外对面只要有寡妇这种英雄，那就是献祭。漂亮，看见没？谁都没死，就我死，那就追着你杀，你知道吧？就干你。我们最好就是搁后边就甩 W， 也不上。拿个红 buff 好吧，带波线的。我并不追寻二王罗萨的王子。哎呀！照亮我们的路。
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冰川消融坍塌，你也将消散。 Shut down. 中。这。 我就是辅助，行，换换吧。他们就不杀俺们家 ADC， 就杀我。哎呀，难呐！吃饭吧，兄弟们。那机器人闪现勾我，像有精神病似的。那侠搁那旁边他不打，还就闪现勾我。 我应该整个沙漏，我们应该整个沙漏它就行了。 这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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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
变大了，死死吧，我都习惯了，我们就死完以后就吃饭。谁让我们是上单的，这就是上单的职责，职责所在，好吗？中！哇哦，你可真猛！那泰坦往前站呢，你让他勾，你不让他勾我们哪敢上啊。烂死了，今天这寡妇不给我杀了他指定是不行啊。哇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大龙吧，走走走走走。我将教会他们和平。我们勾引大龙。来个青雨儿，鸟咱就不飞了。在我身后出现了一万个人，要杀我。不好意思，狂风之力。
中路也不守，五个人抓我，你这合适吗？你不要基地了吗？都是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。那五个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寒冰五个人抓，带波线儿都不让带，轻蕊儿了，轻蕊儿无尽，这叫啥？魔期？你自己下的吧，我不下去，我搁中路。谁跟我？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人往我脸上撞，寡妇搁哪？给我照一照。你这干什么呀？你瞅这寡妇，你瞅这寡妇，啊！我操你妹了！有病是吧？没事，他妈勾不到。我有青雨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谢谢，退了吧。谢谢，退了吧，不值了。下去抓呀，你怕啥呀，直接抓他呀。神与灵指引我们，但我们的生命我们带波下路的线啊。哎呀，等兵线到了，你老在这要勾谁呀？我就想问一下子，你老想勾谁？你跟我说你想勾谁，老在那跃跃欲试，我不射你吗？晃晃悠悠的，你晃悠晃悠晃悠，还反向了，长得像挺狠。给你看看什么叫 W 闪。没拆了，没拆了。